嘉玲丧买，萧儿立一接货。如果地球只系剩翻十分钟，佢哋会做啲咩呢？应该系去 shopping 啦，仲之系要去铜锣湾添。嘉玲姐一嚟到咧就揾到目标啦，即输即买啊，唔使十分钟。咁热仲冷劲紧，系嘅，你几可见到嘉玲姐大热天时喺条街度行啊？拜拜。嘉玲姐买衫唔使睇价钱噶，小富婆远小二啦。正所谓小富由俭，就梗系趁低吸纳啦，一折喎、啊、大佬。但佢都算好忍得手噶啦，十分钟只系买咗两件 T。咦，都姐乜买名牌都要嘟八达通嘅咩？买 kit 啫，指下点下，仲要点埋助手拎嘢，攞埋个停车场优惠先走。末日之前最有米嘅可能系嘟姐啊！